一天，每一时刻，咱应该呢，就是爱注意这念心。心若是迷啊，就生烦恼了。咱作业日精啊，心门若闭锁起来啊，那就积善烦恼了。所以妄被心所啊，非常明目。经文的内底啊，就是安尼讲：地主将定，主将无数以来，至于今日啊，即是无明，将被心目随。烦恼心做三世罪，像这几句的经文，咱嘛会当通体会啊。咱人人拢嘛是佛的弟子嘛，所以咱日日啊，上殿来啊，做早课啊，面对着佛法经。就是爱用虔诚的心，咱家己呢爱自问家己啦，咱从无始至今啦，无始以来，咱一直一直都是沉迷在这个苦海中，娑婆世界嘛，多少人无苦呢？只是呢，咱的心妄白，就像沉迷在纸醉金迷啊。有的人啊，装甲真水，规身躯亲像迄个圣诞树共款啊。伊以为讲安尼足水的，其实迄是真苦啊。会记得有一回啊，我去第一代。那有一位啊，贵夫人，真大的企业家的夫人啊，来看我，规身躯啊是珠光宝气啊，从伊的耳啊开始，一直行进，一直到手，一直到脚，真正是叫做珠光宝气。跟我讲话的时阵，一直看表，讲啊，我应该爱紧转来去咯。尽管伊感觉讲啊，我听甲足欢喜的，不过这个时阵我爱紧转去。走了后的时啊，就有一位委员跟我讲，伊讲吼，啊某某人他不管安怎样，每天呢。第三点的以前一定爱回去。我讲，伊敢爱去找银行？伊讲唔是找银行哦，伊写三点以前啊，回去较安全。我就问讲是安怎无安全啊？伊讲你看伊迄身躯咧，伊无爱伤暗回去，规身躯吼。那是安尼几那千万呢？哦，我甲想起来，有影呢，伊真正呢，迄、那个辛苦啦，唔知有几念吼，拢上千万的啦。当然啦，真无保障啊！是安怎都爱安尼来苦诉自己呢？来束缚自己呢？伊安尼是毋是真欢喜呢？应该是真欢喜，所以有一回啊，过来，一滴一滴呢，都是爱花去引导。那大风有一回，也是出去呢，复杂啦。倒转来的时，伫咧家己带这位委员啊，就甲我载入去引导，要入门口啊。我那真无方便呢，一关一卡入去呢，
真正是真豪华，真开眼界啦！不管是房间啦、啊，啊，反正呢，每一个角落呢，都爱我去个行一个啊，甚至打开了伊所伫咧摆设的物件，迄毋是辛苦会挂的，是摆伫厝的啊！哇，什么艺啊，什么酒啊，什么布啊，拢总有啊！几年前啊，听到伊就无去啊，伊遐物件伫倒位呢？绝对是无带去。人生何必啊？何必呢？安尼来沉沦伫即种的苦海里呢？伊有真多钱，伊有真好的环境，但是呢，偏偏啊，自己沉入苦海。人伫咧行，爱有人陪啊。入去到阴道呢，一关一卡，拢总人爱顾掉嘞，何苦来哉？真正呢，是沉沦苦海。由于最初一念不觉啦，这就是咱人来到人间的事呢，就是这种一念不觉。尽管伊做真多的好，伊这世人嘛是常常咧讲伊咧报喜呀，那但是呢，方向无同啦，那这一念不觉啊，所以呢。就没啦，这就是因为无明啦，所以这叫做无明。一念不干的就是无明，将没即没。既然都没啦，来到这个人间呢，搁在伫咧没，没伫迄个虚盈的心灵。所以有钱人啊，伊就是没伫虚盈。所以啊，这种的虚荣心啊，安尼呢，以力定劫，这种的无明啊，哪怕呢，伊啊有幸福啦，但是呢，伊唔知道未来的果报，知影因果，唔知道缘果报，所以虽然听到的拢总是伊在咧造福啦，但是。嘛是同款有虚荣的心嘛，或者是呢有精啊有大啦，伫这個中间敢拢无去做着业啊？有啊，所以呢，以力定劫这呢，唔知偌久啦，安尼呢，一直一直累积吼，那何况讲咱众生啊？从无始劫以来。